邀请的就是在我们在地非常优秀的这些学生虽然他们只是学生，但是真的很棒在93年以来呢，这个丝竹室内乐团也拿下了花莲音乐比赛的冠军，而且呢也曾经获得全国音乐比赛的代表权。在105年呢，也拿下了特优全国第一名的佳绩。那这几年来呢，参加了很多合奏比赛，也荣获了很多非常好的成绩所以这个国乐团呢，除了参加每年一度的比赛之外，也经常受邀参与了这些公益的演出在这样推广国乐的同时呢，也能够积极培养孩子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跟观念呢。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这首《山歌》。
那邀请的正是来自花莲市中正国小的植梨团。那这支团呢，也是非常的优秀哦。要培养孩子国际竞争力、国际合作能力呢，每年呢都参加了全国的音乐竞赛。那同时呢，也到了这个日本去哦，参访跟日本的安之内小学跟山之内小学两个学校，一起呢来合奏哦。那台湾的民谣还有日本民谣呢，大家一起呢哈、哦、来发扬光大，借着也到了这个日本去。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 Thank you.
这么的精心策划，然后规划了我们今天的
那我们全国的美食的桂林啊，回娘家啊。刚才我们吴局长说了，花莲是狮头的故乡，我们希望结合我们全省各地呢，把我们非常美丽的砂石呢，都能够提供展现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然在这边呢，除了恭贺之外，也特别的呢，也要跟各位报告因为我们砂石协会呢，也在非常辛苦呢，在筹募这个款项当中呢。因为把这个事情呢向我们习政会县长呢转达报告以后呢他也因为年底了这个整个财政经费呢都预算呢都已经花到差不多要结束了所以我想呢后来县长也特别指示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想办法所以把这次的活动经费50万呢也到位了在这边跟我们所有的这个爱好我们赏识的所有的伙伴们呢跟大家放心能够好好的把这一次的活动呢都能够顺利圆满的来举办完成当然在这边更感谢呢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呢所有的爱好我们这些养殖的所有的好朋友除了看我们所有的贵人的成果展以外也能够看我们的所有爱我们的国际石雕的这些现场雕刻的艺术在这边欢迎大家的莅临祝我们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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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好这次上面就是在高雄石友会的我们的理事长王振王理事长欢迎你欢迎好谢谢欢迎你有请我会来能力员工们来祝福掌声欢迎哇这好高我可以直接我的主办单位张理事长跟所有花莲县赏石协会的团队伙伴那各位在场的来宾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赏石界的同好好友大家好大家早安这场活动谢谢我们东办那谢谢县政府都是很用力的来支持那我们在好几个月前大概大半年前赏石协会就一直在筹备甚至是应该今年年初就为了这个年底的这场盛事非常非常的奔波那我们也参与在其中看到大家的努力今天有这个成果的开始那谢谢大家一起来支援谢谢大家来认识花莲的石头那诚如前面两位来宾致辞的就是花莲石雕艺术季现在正在举办可以一起来了解这个雅石、赏石、玉石，还有花莲这个很重要的石雕艺术季的一个呈现跟结合，大家一起来认识跟了解，那也体验花莲的美。那欢迎大家，那也祝福活动圆满成功。我们花莲县赏石协会很辛苦的，我们支持你们，祝福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张总你们啊，今天这次办这样的活动特别不容易很特别的。将花莲的石头全部带回回娘家，因为这么多年来，也许我们从花莲购买的带到外县市去带到很多地方去，这一回呢，我们把邀请带回来，大家一起呢来做一个展览，做一个交流。所以这是我们的主办单位花莲县的赏石协会，真的是很辛苦。那这个回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理事长张永成，张理事长来祝福，我们掌声欢迎。现场的长官以及各位嘉宾，跟那个西部各县市远道而来的石友前辈，大家早安。台湾古代称蓬莱仙岛，西方叫福尔摩沙，而花莲县是宝岛占地最广阔的一个县市，因地域广阔，县内由中央山脉及海岸山脉各私人地理环境构成，县内拥有数座国家公园，
为天岛独办，其风景秀丽早已享誉国际。花莲县是石头的故乡，因在台湾唯一特殊的地理环境，地壳挤压，火山爆发和山的倒山运动，在经过亿万年积极的天地之灵气注意自然形成的奇石，千变万化，为老天独厚、人文淳朴的花莲乡亲收藏家。半世纪以来，从山上、西面、海底，因缘际会得来不易的奇石珍藏品，因为配合国际城市文化交流，发展观光产值，特集合本县及全国石头收藏家，把珍藏品再献给大家观赏。特成立赏石协会，计划两岸邀请交流展览，及应用多元媒体放送到国际各角落，入货吸引更多来花莲旅游者，渴望想深入了解、探访收藏家之珍品，由各收藏家细数赏石、赏钱，能大开眼界，让冰冷的石头灵魂苏醒，生命再现，融合分享赏石之秘，如此专属特殊赏石休闲文化。希望这次的展出也能带动花莲的观光及交流，石头的交流，这也是大家所期盼，也是本位所期待的一个结果。谢谢各位。谢谢张秘书长，张秘书长。那其实各位都在线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赏石协会今年呢办了很不一样的一个活动。那这次的展出呢，就在我们现场这个地方的这个地下室，所以呢，等一下也会邀请大家呢一起，我们来展览一下。那这个展览前，我想再邀请的就是我们这次展览主委王龙标王主委，先跟大家来做分享，掌声欢迎主委。吴奖，在座的贵宾，在座的长官，以及来自全省的理事长、市议会员，大家早上好！感谢，真的感谢，千言万语还是一次感谢。昨天下雨哦，哇，心情哦，七跳八跳，我们赏石会的张会长给我们张会长一个荣耀啊！他昨天热心的，我们是风雨生信心，雨中你们带来给我们温暖。我们特别强调，我们今年的开幕仪式，很多贵宾会感觉的不一样。以前我们都是敲锣打鼓，跳什么舞什么舞。我们今年改变的方式，就以两个学校，他们都是跟外面比赛都会来的德比的两个学校，老师带学生来义务赞助。用文静的心情来欣赏我们在地的学子们，他们的很杰出的一个乐团，我们给他们再次掌声一下吧，拜托你，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收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我们今天就是说这样的开幕式就改变了一个方式，而且呢，你们心情呢比较平静，为什么呢？我们地下室的这个美食回到家会给你们惊讶，所以你平静了以后到地下室再不会再跳动你的异动你的心情，所以我们用文静的方法来表达啊，这样下去哦，大家就感觉今年每回到家真的就是二三十年前哦，是有来我们花莲采购了金瓜石、玫瑰石以及雅石八百万，我们这次都一一邀请回来，所以哦，特别非常的惊讶，而且台湾的石友们呢，他们来了又带着作品来了，来是部长，退场的时候非常辛苦，他们又要来推荐，又要带回去，所以我们对台湾的这个石友哦，
我借在座的掌声把他快点鼓励一下好不好？感谢感谢，因为这次的活动我们也筹备了将近的一年，在座的长官贵宾都非常的关心我们，所以今天的活动可以顺利完成，我代表我们的协会跟理事长向大家敬礼，一起恭维，感谢啊，谢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要讲是讲两天两夜，但是为了欣赏作品我们就简单的讲就结束，好不好？来，感谢大家，谢谢，欢迎莅临我们花莲，那个花莲好山好水我们外面有石雕展、石雕雕刻，那边的木雕，我们看展以后，我们都邀请贵宾多留一两天。来欣赏我们花莲这个好山好水好作品，他们也都一一答应了，所以我们感谢我们县长，他支持我们这个活动我特别邀请我们的远方的朋友多留一天两天来行销我们花莲，他们能一一做到，对不对？对。对。来，我做一个结束，谢谢你们那我们要拍照我们拍拍照。难得这个历史镜头，长官都一一上，请长官上来。
Thank you.